阿斯特洛成员文斌于4月19日离世，让外界震惊不已，受不少人也纷纷现身哀悼场所，用手写信写下想与文斌说的话。像是阿斯特洛成员们就多次留下亲笔信，承诺会好好替他照顾家人，要他不要担心，让粉丝们看了都忍不住落泪。而近日就有网友拍到了阿斯特洛成员与文斌的亲妹妹秀雅一同观看成员精进的音乐剧。只见照片中，秀雅和阿斯特洛成员春优、银产和 Rocky 有说有笑的并排而坐，让看到照片的网友们纷纷感动，表示幸好他们还有彼此，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幸福。秀雅就像忙内妹妹一样，真可爱呢。